我们两个在镜头没有拍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手牵手。哦，没有交往吗？差一点点，刚交，差一点点，刚交往，刚交往，刚交往，交往刚交往，这尺度我很爱。你订阅了吗？好的，今天邀请到呢，要来宣传我们电影《淋雨》的三位重量级的卡司，让我们欢迎四元健、何浩晨跟我们的郑仁硕。叫这么高，因为我是淋雨的演员。哦，三八。看着他会尖叫吗？制片，我们会。我觉得，但我们其实还没有看过。哦，你们还没有看过？我们还没有看过完整的片段。那你们要不要简单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？好的，浩晨开始。好的，好的。淋雨呢，就是我们用了不同的元素去包装这部电影，有灵异惊悚，然后悬疑推理，还有亲情的部分，这些全部都没有。等等，我没有那么容易让你宣传。对，因为你们有在里面扮演刑警嘛，所以我们就要玩海龟汤。哎，开始哦。好，这个故事是有一个中年的男子，他已经结婚了，他有一个老婆跟一个儿子，他还有一个情人。我的情人。那情人的时候总是劝他说：“哎，你赶快离婚，跟我们在一起，跟我结婚。”但这个男人都拒绝。有一天，男人回家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儿子跟他的情人都死了，墙上还用血写了一句话。你们要猜出这个人是怎么死的？另外一个是墙上的那句话是什么？请问这句话是老婆写的吗？不是。老婆死了吗？不重要。请问他是回他自己家还是回情人家？回情人家吗？对。不是。情人跟儿子认识吗？不是。所以是 情人杀了儿子在自杀？是啊。情人杀了儿子在自杀、啊、好快哦。情人杀了儿子在自杀，马上切入重点。对、哦、太快了吗？不好，很好很好，这样很好，对啊，这样很好。好，情人杀了儿子在自杀，那句话是情人写的吗？是。哦。情人是杀了儿子之后才写的吗？对啊。是。那句话有提到老婆？不是。他希望男方离婚吗？是。他希望男方离婚。那就是。所以他是以死警告男方吗？算是。那句话跟儿子有关吗？是不是？儿子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情妇吗？不重要。不重要。情妇。儿子是被暗杀的吗？不是。儿子不是被暗杀？被暗杀是什么样？就是他不知情的状态下被杀。他就是杀了他而已。这句话跟老公本人有关系吗？是。跟老公本人有关系。这句话是不是有提到老公？是。下辈子再做情人？不是。哎呦，好像这个听起来蛮可怕的。你很适合杀人哎、欸。真的、啊，我很想啊。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不是。猜这句话之外，你们也可以猜说，这个人为什么不跟他为什么不离婚跟他在一起？儿子跟情妇在一起？不是你，为什么？你看剧情。儿子精神正常吗？是。你爱你儿子比我多？不是。儿子是成年人吗？不是。不是。哎，是。我要拿走你的一切。不是。儿子有保险吗？不是。我们先下去等你。不是，好难啊！你的词汇都很棒。老公是因为小孩而不离婚的，跟小孩有关，跟小孩有关，因为他杀儿子，所以他应该是小孩是他的一个考虑的点。小孩不喜欢那个情妇，不是，还是小孩知道，但是准备跟妈妈说，不是。爸爸跟儿子是乱伦，然后所以情妇他觉得，对，我杀了你的男朋友。Oh my god！ 好黑啊，暗黑，超暗黑。对，因为比较爱看艺术片，对对对。情妇杀儿子是因为老公吗？是。儿子跟老公长得很像。不是。情妇杀错人了。那句话，老公看了会很伤心。会很伤心。老婆吗？你说老婆？老公看了会很伤心。所以他在太平洋伤心的。不是。这是什么感？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所以他任贤齐的歌，伤心太平洋。我是任贤齐歌迷。老公有心理疾病吗？不是，解不了的谜，破不了的案，看不见的力。请问是淋雨吗？把我们同时录一下。情妇是预谋的吗？是预谋的。是预谋。请问儿子的尸体有被分尸吗？是。
有被分尸。有被分尸是。儿子的尸体放在哪边？你们也可以猜一下。是放在冰箱吗？不是。是放浴缸吗？不是。是放在卧室吗？水塔。不是。放在他床上。不是。放在他衣橱。不是。沙发。掉在门口吗？不是。放在肚子里。是。哦。啊！这个好简单。哦。把他吃掉了。我总算有我们的小孩了，什么？是吗？是吗？总算有他们小孩，总算有他塞进他的阴道里。这样你可以，这样你可以跟我结婚了吗？不是，我怀了我们的小孩。我怀了我怀了我们的小孩。我怀了我们的小孩。是，接下来猜对了。是，我怀了你的小孩。是，后面在惊讶什么？自己吓到。我看到。我怀了你的小孩。我拍一个这种电影应该超屌。那你们再猜一下，对，那你们可以往回猜一下，为什么男人不跟？那個、因为情妇不孕症，不是因为情妇生不了小孩，不一样吗？是因为情妇，情妇生不了小孩，要生小孩，不孕症跟因为情妇是高龄产妇，情妇要生下来，对，是情妇怀孕加堕胎了，不是情妇子宫没了，子宫没了，不是情妇 是男的，是。好，那你们可以把这个故事串起来了。好，反正他就是一个同志，然后他就是跟情妇。就是暧昧发现他不能跟他结婚的关系，是因为他可能要演说啊，我为了家庭，我喜欢女生，我有小孩。但后来那个同志忍不住就觉得，好，既然你要小孩，我就把你小孩杀掉塞进去，我有你的小孩。是，好适合你的剧情，对啊，猜蛮快的。哎、欸，好，这算他们有答对，因为他们问出最关键的。对，问到最关键的。好了，可以好好来让你们宣传一下。这部电影其实它其实是一个。情感纠结的片，情感纠结的片，但是情感有很多种情感，啊，对，那个情感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遗漏，也不能说它烧脑，但是它就是环环相扣，少一个环节都没有办法，但是它又不是现在一般的类型片的正常逻辑，嗯，对，就有很多惊喜，对，然后因为很多反转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主演，没有一个配角。因为每一个人的情都有一个故事，对，而且每一个人都很重要，而且弄到最后，其实好像故事为什么好像同一个耶？啊，好像有线在那边。嗯，感觉好像他们这部片就是不能讲太多，因为怕破太多梗。那这部片是什么时候会上映？明年的五月十二。啊，真的没有啦，今年的五月十二。会不会太早拍？对呀，预录。就今年的五月十二号就要上片了，母亲节前夕。对，这部片你们有交往吗？在这片差一点点，刚交，差一点点，刚交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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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尺度我很爱，那我们就改十点播了。为了这一集改，可以。那因为刚刚有说到，就是浩辰有演灵异体质嘛，你们自己本身有遇过这种经验吗？我有拍一个 MV 有啦，对啊，那就是画面，我们也是今天不是模糊画面哦，是真实画面在那边，但这是之后才被人家翻出来看啊，原来是有这个东西。上面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小男孩，非常清楚，在哪里？非常清楚，在窗户外面，在窗户外面只有个眉毛，眼睛地方是全黑的，而且是完整的形体的那个。而且重点是那个 MV 是拍过去，它就是定在那边，大概持续了两三秒。你一定跑不掉。如果是一般小朋友，可能你看到了，或是有人看到，会马上咔咔咔，等一下，后面有小朋友。当场没有人看到，就是一个画面就是这样，没有人过去，然后主角在演戏，旁边小朋友就这样。对，他很好奇，看一下，真的，对，你看他好恐怖，可以看一下 MV， 对，等下给你们看。对，哎，那浩辰自己有鬼故事吗？我自己有吗？我自己有过一个经验，就是我刚上台北，就是刚进演艺圈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在刚进演艺圈的，我讲话有点口吃，然后就是我就租一个地方，很便宜。哎，你们私下是很常开吗？对啊，我们已经收很多了，你们收很多，没有，你们不要收，不要收，我们这节目就主打什么屌都可以讲的，对，我们节目不收的，呀呀呀，全部讲出来了，来，好了，谁最黄？谁最黄？你们私下谁最黄？平常谁最黄？谁最黄哦？就我，哈哈哈哈哈，加下来，下来跳过去。亲爱四大运，不是啊，故事还没讲。对，赶快。你刚上来台北的时候 ，OK， 刚上的时候是，对，刚上的时候租了一个蛮便宜的地方，然后刚上，对，然后睡了几天，我就是身边的朋友，就是你说睡了几天身边的朋友，
刚上了台，刚睡了那个今天身边的朋友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睡，最红的是谁吗？是你吗？是你吗？不是，我讲的故事。对啊，太傻了。听好，刚上来租了一个房子，租了一个房子，然后我自己一个人睡大概不到一个礼拜，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就觉得我可能磁场怪怪的，然后他就陪我去我租的地方，然后他才说，他当下没有告诉我啊。然后他们就突然跟我说，我在中部有一个工作，要可能连续一个月这样，叫我把行李准备一下，要下中部这样子。啊，我如果没有多想，好好整理整理，大概衣服啊带一带就上车。上车以后我还回头在那边看，哎，等我的朋友这样子。然后后来他开门进来，你干嘛回头？怎么了吗？然后离开那个地方，他也说我租的那个地方就是曾经有人自尽，是一个女生。然后他说，我那一天下楼回头的那个时候，那个东西就刚好跟我对到，就在我 face to face 这样。哎呀，可是好险，但是你没有拍到。那个女鬼应该很不希望他走，对，好不容易来了一个，对啊，但我看不到，我也听不到。因为我们收到一些资讯，就是好像两位在私下很常玩一些 BL 的剧情，是不是？不太。其实我们两个人在剧里面，其实是被大家不小心发现的那种化学变化。我们两个其实很认真在办案啊，眼神都是很认真的，我们在办事情都是很认真，眼睛很认真，要往前冲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就要回头看一下这样。可以吧？然后不小心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泡泡在旁边这样子。的衍生出来，你们两个是真的为情侣感吗？在这部电影，我们两个在镜头没有拍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是手牵手。哦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！那你可以捞到很多女粉丝去看这部片哦。对，很多女粉丝。那如果私下有人找你们拍 BL 剧，你们是 OK？ 我们今天被问过，我们 OK 哎，全裸三个一起，三个一定要三个，我全裸过了，看我没意思了。不一样啊，现在体态更好。对啊，不一样啊。硕哥一定 OK， 你还老婆。对，你一定 OK 的啊，对啊。新的境界。可以啊，角色需要剧情好的话。哎，可以。都是这样。来，我来想办法筹钱。这是你的梦啊！大家筹钱。这你们四个一起演。我让大家在那边看。最后，你们用可能几句话来宣传一下这部电影，大家为什么要去电影院看？解不开的结，破不了的案。然后情绪永远都连接在一起。但是缺一不可，然后亲情浓烈。5月12号，林雨院线上线，期待大家一起去电影院里面支持我们的电影，支持。去电影院支持什么？支持我们。可以支持那一场玩具。支持那场的都不告诉你。绝对颠覆大家对于惊悚还有办案的戏剧。然后大家来看之后，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在林雨的电影里面一起烧脑。5月12号，电影院见。5月12号，一起去戏院看了。许愿哦！许愿哦！好，5月12号，下期见喽，拜拜。